应该切入战斗了啊！看一下鸟打鹰啊，观战方这边小克对面，女儿拿到了医术啊，小克。对战方大唐国标啊，观战方也是国标对决。那这个国标对决的话，观战方这边克到对面还是比较的赚的啊，比较赚。小死亡看上直接点放了。1800啊，伤害不是特别高，鸟针大唐啊，伤害不会特别高。观战方这边物理速度全拿，但是法系被封三叠啊，没有叠出去啊，法系被封了三叠没叠出去。善恶2000，恶报啊死了5000，伤害非常高。欢迎乐哥啊，欢迎乐哥。互动开一下说好，观战胜还是对战胜？观战曲阜孔庙啊，对战明秀园。那么另外的话，与此同时再给大家送出那个八份啊，给你们送出，你们参与一下这个 PK 谁能获胜。实体奖品啊，八份啊。啊，关注我也不需要你们加粉丝团了哈，关注我就行啊。实体奖品啊，自己要填写姓名电话地址的啊，自己记得填写一下姓名电话地址啊，要不然中奖了的话。那么前期来说，主战方由于拿到了所有的速度点，那么整体速度也是拿到了的，那么优势相对还是比较大的。啊，黄泉开始抓物理系的一个速度，想拿物理的一个医术啊，但是物理速差距可能还是比较大的。主战方这边鸟阵10%八速度加成啊，对战方扶正女儿倒是有个18%，但是大唐没有任何速度加成。观战已经双烧了，那明秀的善恶体系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观战不怎么打动。这个课程上面来说，主视角这边拿到了风系一术、物理一术加法系一术的话，其实已经很赚啊。观战方这边阵法的话又有一手小课，那么鸟打鹰的话，在一定程度上面国标对决的话，我们也可能会视之为类似于大课啊，类似于大课，那么速度全拿到了嘛。好，碎玉强控化身，那不让对面化身去活血了啊！对面和尚的人心活了一层，对面物理系可以起来了啊！打了防御圈，没有着急继续点。现在这时候宝贝清呢，还是要稳一稳节奏的。凝滞，准备拿下回合的物理医术。对面观战可能有善恶会守尸啊，可能会有善恶守尸。那既然点死了，对吧？那可以守。善恶怼的是一号，看有没有手善爆青牛。明秀的水这波宝宝还站得比较全的，没有选择手势，选择了青牛。大唐也是把宝宝继续补出来。那么现在观战方这边，哎，这个速度优势提前啊，掌握了这个点上的一个主动性啊，主战方那边主动很多。那么像这回这种回合，那你要去准备继续点伤的话也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法师这个点是用蛇卵可以开的，对吧？
大唐这个点的话，你可以女儿就笑对面女儿，防对面金青化身鹈鹕啊就可以。去赚钱了啊、哦！好，好人顶，化身金青，不着急活血，把血量先回到一个健康。刘云骑了物理师呢，这把物理师的速度可能还是没有拿到的，也是抓了一手，抓了宝宝，但对面有金青啊，这个宝宝血量是回上来了啊，再顶血，小死直接点，但是小死王没有撞，贴了一下。对面一拿物理速度啊，两个大精卫上直接要点杀，但伤害也不是特别高啊。选择其他，三叠点杀啊，应该是成功了这个血量。那么主视要现宝宝的配置是两善恶三善恶，女儿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善恶，但是曲阜的善恶伤害是很高，但是整体血量是不是特别高的，6000多的一个血量，7000都不到。好，罗汉接起来，那么这样子一来，曲阜对战方明秀这时候的劣势也是被缓解住了，你们只剩主视角这边只有一条蛇没被清掉，别的方面对战方也不具备任何的一个劣势，抓速度。女儿村速度差距其实就差了一个5%啊，对战方是18%，观战方这边23%，两边差了5%的一个速度。善恶青蛇，金刚善恶。但是谁有防御圈啊？还有一下，但是除了善宝，还有护盾。化身可能还要活啊，要保要活。没有送打榜的兄弟们帮送一送啊，打榜帮你们送一送，给发红包吧，好吧？发一只概率均等的送红包给你们发一个。粉丝卡发100啊！概率均等100，下午茶给你们发一个，你们可以刷半卡，对，亏一点就亏一点嘛，其实也无所谓了啊。好，破奖啊，女儿的破奖，提前破了一下对面的一个女儿村。这把对这玩意有罗汉。啊，舍神保舍了直接啊，没有选择去保这个大唐的一个血线，再给放下，对面大唐没野兽呢啊，啊，蛇卵要跑但是没跑了，第七回合观战方这对面暂时还不能招啊，观战暂时还不能招，下回合可以招啊。先魂火，那这条蛇再不清掉的话，下回合主战方那边直接是要双招了啊，直接是要双招了。再青蛇，三个青蛇也不是这么好清啊，但是明秀园的运气非常狂神，大唐的血线始终要去回的了，是不是？送半卡可以屏蔽啊，可以屏蔽兄弟们，看不到视频的话可以屏蔽，屏蔽这个半卡的一个特效。手机用户的话，点击这个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教你们一下吧，我已经教过很多次了，还老有人不会。点击这个屏幕上面不是有这个小的五角星吗？你点一下五角星，把里面的勾打一下之后，别说什么礼物了，别说礼物，还有那些坐骑了，对吧？什么都看不到你，只能看到公屏和这个 PK 画面、弹幕跟画面，别的什么都看不到。把这个小五角星点一下啊，打榜的话点这边，排行这边，对吧？点一点就可以了啊！贴脑袋右上角，
我教你们了，好吧？打榜的话右上角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可以屏蔽那粉丝卡，就不关你们的事儿，对吧？别人刷别人的，你看你的 PK 就完事了，好吧？好，平凯也触发了满天，因为主战方那边毕竟是一个鸟阵，鸟阵伤害不会特别高。好，也是给上三点啊，清主视角面善恶。那后面的第二波善恶相对来说质量就比较好。蛇不好清啊，马上屈服要双招了啊。跟了一只化身善恶清掉。那么两边化身是双方的一个人性的话，是对战方三层啊，主战方这边是一层，主战方这边人性倒是没怎么跌，对面女妖进行防点。好，活血直接满。第一步选打了光辉，但这周打上立顿啊，对战方不太可能。小死直接点女儿，女儿也有指人。点女儿应该是砸的，我们看大行的伤害怎么样。500。是三叠啊，这伤害不是温机了吗？这你三只善恶全部恶霸都没有，顶了一个极限防女儿点杀，防的非常的到位。屈服此时此刻已经双招成型了，双造成型，大唐血量拉满，可以扫那温了，这伤害太高了啊！伤害太温了啊！好，碎玉直接控女儿啊！无魂傀儡给地府防小死了，没有办法，周点杀防不了，舔了我操，有命！大唐还被蛇咬一口，这三叠啊！大唐没扫出去，大唐劝对面大唐没不一定死啊！啊，出了善宝，好顶了一个啊，就是防了一手点杀。对面被放下了野兽没有补，所以说伤害相对来说比较低啊，可以理解。反正点杀有点太过于激进了。那么女妖村有盾的话，的确是不怎么点得动。补过了是吧？那为什么伤害这么低啊？这伤害他妈点女妖他妈900开刀，你这不是扯淡吗？收刀1800，你这伤害太稳了吧？粉丝卡兄弟们有的帮忙打一打啊，这送的加油棒帮忙打一打，右上角加油棒帮忙打一打，还差3000多票就超过上一名了啊，兄弟们啊，3000多票就超过上一名了，帮忙打一打好吧，打榜啊，帮忙打一打，加油棒对吧，送一送，人顶一个，渡劫阴身还是防。刚刚应该有破血。光辉也补一把，顶了个血扫蛇了吧？这不扫蛇没法打呀。好，对面宝神用，好火焰闪，选择先防守。破三秒三啊！蛇没有神被直飞，主战方面双蛇，这双蛇还是要清啊。冲刺把河头怪，啊，徐福的蛇抗性属实不错啊，感觉善恶也不怎么轻动，那怕我就几百血。
观战方这边小磕对面啊，对战方的速度线是一把都拿不到，打防守都来不及，谁也不好清。好，直接封地府命中。女儿的封地府意识还是不错的，地府被封中，小死亡毕竟挂不出来的。选银饰抢化身的一个速度，双蛇对面宝的压力实在是很大，你看又是漫天、宝宝要双飞，这回合节奏非常差，对面啊，破血清，蛇清掉了，主专方那边牛还可以烧了。刚刚那个爱要深一点是徐总是吧？我觉得是谁？还有大 V 认证，我原来是徐总。啊，欢迎徐总啊，欢迎徐总啊！跟爱要深一点，我想就很熟悉爱要深一点啊，有个大 V 认证，不会是谁呢？欢迎，我感谢啊，感谢徐总的。感谢徐总的超级火箭，好吧，感谢徐总啊，感谢徐总兄弟们啊，感谢徐总啊。看一下啊，那现在主视角这边，真的没跟徐总打招呼，徐总在想，哎，阿金怎么没跟我打招呼是吧？想是，实在是我也能想起来，就是有点熟悉，但是没一下没记起来啊。怎么了婉妹，什么意思婉妹，你也想刷一个吗？来吧婉妹，别那个啊，那曲阜优势还是相对来说偏大，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主战方这边进攻是要你嘲讽文老头啊，还要深一点，可以的，那对现在也是双招了，两边对吧？哎，不错，风法系。现在其实明秀这个时候现在还行啊，防御圈再补一补，补蛇保蛇对吧？来延缓自己节奏，再抓速度，只能就对于曲阜来说是对于对面明秀来说这场 PK 段只能打防守反击啊。曲阜可以优先进攻，进攻机会多，因为毕竟速度全拿了，防御圈拉上也没用，三把半天啊，刷满了。对面宝宝压力也是比较大，这个时候回来回速啊，不想丢速度。啊，明秀打的其实还可以的啊，也不贪对吧？破血清虫还跟了一只善恶啊，也不贪。啊，对战方案看是不是对面什么时候开始启动，他一旦启动了之后啊，那这把这种相互的点杀之间的博弈就比较关键，看他什么时候启动。其实这把是一个机会，因为当大王被封的神马可以开大王封印对吧，对战方去点大王可能性也不大，他只能点法师或者女妖两个点，碎玉空化身防止宝石开，还要选择抓速两边。哎，抓速你得抓一个点的速度啊，你两点的速度想抓是根本抓不过来的，你东抓他西抓他是谁都抓不过来。没有紫禁城淘汰了啊，没有紫禁城比赛三叠啊，四千九，哇操，明秀的宝宝是这一次，是这次群雄明秀的宝宝是真的属实能生，太舒服了。黄色童子是不是真的要比蓝色童子、黑色童子能深一点？我感觉、很烦啊，女观战啊，你清明的宝宝老神，
刚才对战方的三号神了好像两次还是三次，然后清别的保佑神。是的，是吧？小狼也是深受其害，感觉是的，就那么回事。之前西夏把童子全部染成蓝色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。神仙说是的，是吧？风狼本狼，风狼本狼，好破甲，但是曲阜其实点杀防的很极限啊，又是渡劫，小死挂中了，看看数据，对面大狼这时候秋杀是十二层金风，状态是满了，少了1400开刀，3300第二刀，第三刀2400，对面是有善恶的啊，砸是一定神，能砸神，出了宠，三叠的话说不定能破直接。无相猪肉能神啊，神了，还有善恶，好，无相青虫，善恶飞了啊，还行。这只宝开封印还有两只虫，两只虫好像点不掉它，还有善恶吗？必须善恶前，避了也没有用啊，必须善恶，善宝有命，还是四号，恶宝死了。这样一死之后，牵制住詹方那边女儿的争啊，争是必须要争的。这两边大唐跟两边的大唐跟女儿的这两个速度点差距其实很小啊。刚才对詹方抓了几把主持那边大唐，大唐速度就被对面拿回去了。真的地府，真地府是一定的，对吧？必须得真地府，不能被延啊！现在要点延长的话，两连延了，地府盖罗汉。那么在清我大唐扫出去了之后，清理幻魔不是特别顺利的时候，选择了盖上一把罗汉，哎，也是收益比较大的，大大的削弱了主张完幻魔的一个伤害，三叠，还是没有清掉。跟上全面宝宝还是没有神，看屈服这条蛇，护盾出来，善恶呼了，没有呼到蛇身上，跟了一下啊，群秒跟了女儿虫，哦，很被动。蛇卵也飞了，大唐倒地。这时候蛇牛其实你别看这条蛇好像现在很坚挺，其实蛇啊一旦飞了之后，牛就是麻瓜，对吧？好，女儿赶紧补宠啊，活血继续保蛇，对战方肯定是也要去保蛇去换双招的，那么 女儿村速度继续抓啊，大唐死了之后他也抓不了啊，只能抓女儿，平砍追半天没有出，再跟群秒，可能还会有一只宝宝去跟那个了，有一只善恶回去跟，顶血也给蛇了啊。这只蛇啊，明秀的善恶也多啊，真的，明秀善恶好多啊，好几波了。这只蛇是比较重要的，对于曲阜来说，因为大行被点了，我没有办法去进攻。对吧，那我的蛇是对你最大的一个牵制，要不然你我的蛇你一旦没有的话，对战方善恶宝宝全部拍我宠，我宠要飞得比较快一点，那我就更难受，有蛇的话可以牵制一下啊，还不错。来兄弟们加油棒，没有送的都送一送啊，今天最后一天了啊，这边可以送粉丝卡啊，给主播参与一下、啊、这个100元的一个宵夜，不是宵夜还早，这是他妈的下午茶。
今天最后一天了，帮主播打一打右上角的加油棒啊，帮主播送一双，谢谢大家，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。好，接罗汉了，主战方这边也得扛罗汉，因为对战方马上双蛇，这条蛇徐府这边一看这条蛇不是特别好清啊，不太好清。好，刘英骑给女儿下把拿一速，刘英宁全丢完下把对面女儿铁一速了，这样子大牛还行，大牛还是比较 OK 的，助攻那些封住化身啊，防止宝蛇双蛇了。2400，你这回合宝宝肯定是跟全部跟蛇的啊，对这张宝宝没什么作为，可能又会有善恶手势。宝宝2300一失血，顶血了，又是一失血锁住了。锁血蛇要省的，锁血蛇兄弟们啊，锁血蛇要省的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条蛇就只是电血，我估计。明秀第一波善恶伤害偏高，第二波善恶的伤害有一般般了，勉强就守尸体啊，这种可以用。啊，无痕化身，嗯，防止活蛇。我操！这运气。刷满天，大唐没活上来啊！大唐没有活上来，还好。观战大蛇是咬了对面大蛇，说不定主战方这边最后清蛇应该也比较顺利，清掉对面大蛇了应该。清掉对面蛇还行，对面能招头牛啊，蛇牛有一个双招。300万天平砍也很正常的啊，那你大号没有破血你能干嘛呢，是不是？你大号没有破血你不平砍你他妈不能扫，你能干嘛，后发吗？法宝也有盾的，盾也有塔 CD， 你这没什么操作点啊。塔 CD 是吧？只能平砍，没办法，三半天，别说三半天了，五半天都得平砍。啊，对面女儿也有速度了。啊，抓抓！其实两边的速度差距真的很小，你们知道，特别小的速度差距。还要抓啊！徐府这个鸟阵一定要有速度，因为输出加成上面，对面虽然是被小克，但是有一点，对吧？他阴阵有输出加成位啊，他15%跟10%被小克了之后，还有10%跟5%。观战方这边只有5%的一个小克啊，终于保神了。大唐刮了一阵风啊，那么其实可能是为下一回合的点杀做铺垫。善报最后一只不给力啊，这时候让我想起了战神花琴。恶报就飞了，对不对？
那这样呢，主战方这回合的速度肯定是全拿的啊，甚至大行速度还有可能会快过对面地府，快化身是不一定快得过，快过地府应该没问题。主视角这边这把风一起的话，速度应该全拿。风女儿特技没有中，清清了，这把风特技给的有点随便，还提流云。少死啊！金青挂不中啊！三把漫天之后大行威力还是在的，七千直接空切，金凤也没满呢，五层啊！对面选择了宝石，不管大行，反正死了就死了，比化身还快啊！少死反点女啊！这时候你这大行点起不来啊！法系好像还没动吧？砸不出来，琴音是不太可能吧？法师没动，对战方他妈这把点杀，除了地府小死挂了之后，别的单位一个都没动。他是预判主战方这边不太会点，对吧？善恶也跟了，没有去打蛇，蛇还是保住了。那菊斧这边大行扫出来啊，蛇还没有，双幻魔还没有，对面倒是有一条蛇，对面马上要双蛇了。其实牛大哥可以招，他只不过选择了点杀而已。化神可能这回还会继续保蛇，宝宝拉起大堂应该是。主视角那边有一只善恶，这是速度最慢的，这是9068那只宝宝，这只二号位的宝宝速度最慢，风化身不让保。啊，地府甩金啊，再破你招架。是比较清掉你这条大蛇，再换成一个双双，对面牛是可以找的，蛇要滚，可以，蛇不飞的话，他一旦神用了之后，他的双幻魔的节奏会特别的好。拉大堂啊，菊斧这边有只龟速扇，不知道会不会守，拍了。好，最慢宝宝拉，也是一手风灵火扇。女儿也是喝酒，二次回合有巨剑了，兄弟们有巨剑了。那这手大剑是不太符合标准的，因为这时候对战方大狼速度是要快一点的，这两边互点的话也收益不大，对吧？也收益不是很大啊。还有四分钟啊，100元的下午茶还有四分钟，没有送粉丝卡可以送送粉丝卡。加油棒的话还有，马上就要超过了啊，还有多少票？还有500票啊，就要超过上一名了，好吧？兄弟们帮主播可以前进一名，送送粉丝卡啊，送粉丝卡有额外的6个加油棒，6到12个加油棒。看你粉丝勋章了。好，女儿金刮阵风之后，女儿是必拿医术啊。无魂傀儡没有铁，满了活血，抓速度啊，对战方没有点。继续抓速啊，女儿村的速度两边，你要我也要啊。满天啊，对战方好像是第二把满天吧，好像是第二把满天，我记得啊。观战是刷了4-5把满天了，反正这胖虎你有80个了是吧？胖虎赶紧刷一刷，胖虎明天就没了，对吧？你这留着干什么？过年吗？不是第一把，之前出过一把了，他明秀的宝宝站的是的确比较稳啊，感觉啊，那稳好多啊。礼拜天了，这是礼拜一就清空了，对面蛇马上又可以继续招了，这样子的。虽然曲阜拿到了阵法的一个小克，再加上速度也
前期也是主要速度都拿了，但是这时候曲阜由于两边的速度差距比较小，主战方这边一直在进行点杀，然后这地府会忽略抓，那么一旦抓了之后，主战方这边速度就拿的不是特别稳定了，有可能就间歇性的会拿一下，有的时候又会没速度，因为我点了之后我也不能抓，是吧？那么现在曲阜必须防好这女儿村这个点很重要，还是封里地府又中。召化身金青，观战化身金，地府可以出手，小死女儿村命中，对面地府没动，对面化身没动，被笑了。第一刀有天，这女儿村肯定是一张纸，那毕竟观战方这边对吧，现在有各方面的一个速度的话，还是要去进攻的。电视对面女儿村非常舒服，这回合延长的话可以持续到八回合。这回合主战方这边女儿村可以考虑一下封一下对面大唐或者地府了。打针地府防延长啊也行，防点也行啊，观战先延掉。好，醍醐灌顶解地府，小死硬挂啊，没有中，对面肯定是要点的，就着急啊，女儿死了对吧？啊，也是一手空切应该啊。哎，失血站住了。那么这把点杀之后把宝宝补全，虽然双招被清啊，但是宝宝是全了。还好是打针的，是没有封地府，封地府被醍醐掉了，本来被醍醐掉了，概率军的谁中了句号。发收款码给我，这样一来虽然压住主战方物理系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没有小死亡就扯淡。这把如果压死小死亡挂中的话，观战很亏，不要卡麦，谁卡麦呢？宝宝打金刚，小死继续点巨剑，继续刷女儿速度，造成一个双杀，这样子。这把对面地府没有给威武龙啊，巨剑斩了1000-10000，可以地听了，现在啊，是可以地听了，是吧？可以地听啊，可以地听，对面不一定能扛得住的。地听，活血，双地听啊，拉出来。女儿村没有灵源是一个问题啊，和尚有灵源。
大行棋子人，大行棋子人是为了防止对战方的无相诸路点杀。我要防止对面的无相诸路点杀，弹幕啊可以参与一下，曲阜这是优势很大，基本上快赢了。弹幕可以参与一下啊，八分自己中奖之后记得填写姓名电话地址，这填写姓名电话地址，填完了之后会择日发货，好吧？不填就当中了，对吧？哼，白中啊，不填就当中了白中。笛子和尚可以给一个嘛，对吧？和尚可以给一个笛子。出手了，地听给你出，两次地听是必出手一只的啊，的确是可以地听的。但明血焰法防其实还可以的，一层笛子，我觉得推崩的可能性其实不大。但能下到全部残血，就跟小爽点谁了，点死。点化身是化身必死，应该。哎，女儿还有笛子啊！啊，女儿有笛子啊！女儿有笛子就舒服了。啊，双笛双笛听啊！小罗汉，立顿了吧？立顿了。好，两顿。这两只关刀地听打出去痛啊！秒化身是秒不动的，200、300有藏神，宝宝还神了，这只地听刮痧了，又神了，我操，是，就这一只地听，我操还神，不会再神吧？这搞个劲儿，这两只鸡他们现在宝宝都没清掉，搞什么？不是没事发生啊，观战十打十换了两只宝宝啊，现在也没有十打十，对吧？观战十打十少两只虫，你咋整啊？好，千术拉行没有用啊，化身活不出去，应该剑斩，对面要反点了吧？我估计，少死点法系，反点女儿，剑斩渡劫了，还不错，顶了一个，应该肯定剑斩了。那扫法系对面肯定翘了啊，你这法系扛不住啊，这把扫法系扫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163，顶了一个又，9100啊，神都没打，这把点女儿特别。房特别漂亮，渡劫地清顶血，对，很绝望，对面啊，很绝望啊。徐福这场 PK 的顶上房了，非常漂亮，房非常漂亮，欢迎乐哥，冲刺啦，虚起，那不让拉。这应该冲了啊，大王虚起了啊，关键哎，对面宝宝又神了吗？这宝宝是不是又神了？他铁虚的啊，有长神没死，先入开，化身也换，大王死了啊。
但这波换的，我说实话也难受，清不掉啊。罗汉，喂，你这波换的，我觉得，哎。换的没卵用，你们知道？对面宝宝成型了，你再来地听，对面罗汉接上了，你秒谁去啊？秒个寂寞，牛也被清掉了。谁知道一只须弥？他里皮还失血了。对吧，这回合你继续换他也没什么用，他罗汉接起来了，他的这两回合他是安全的，顶打金刚当继续扫了，化身有纸人，有点的好像可以活血防御了，我觉得他要防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防，赵大王没防还行啊，砍地听了没空切，大王死是死了，三十二回合有一手双眼应该是，啊，没有双眼，法系死了，拉起女儿，还有一只须弥，还有一只须羊，有长城七百没手，就对面喝酒了，只能单眼大王，这波宝宝换的很伤啊，你这样子一换之后，你自己还得出宝宝打，你没有双招，大王又扫出去了，进攻节奏很慢的。退不掉，还有一回罗汉。狂神主要他不神就好多了。喊着女儿不让打针啊，对面应该是金的，对，金青来活血女儿村。怕活不上，再来地听，极限冲刺，这时候看你后期的冲刺储备够不够了，就是啊，我把须弥防御了。请你签署防吸收，省了，哇操，这尼玛晕死，兄弟们晕啊，是太晕了啊，我地听应该出手了，对面很难防地听出手，那对面法防很高啊，他女儿村应该盾了，他女儿村应该盾了，女儿村应该盾了，看这个地听效果怎么样，清场员效果。大唐点杀你一定要巨剑跟横扫就衔接好就可以了，持续能让对面能够带回到脑地，因为大唐扫的点杀的话其实威力一般的，笑地府，你笑地府铁梅罗苍白，那还是干女儿吧，要干你除了干女儿干谁呢，啊，雪地听观战，这个是小死亡灌法系没中，活血推爆，无笛子啊，没有笛子，贴两下，有一个笛子啊，女拔加了个笛子，我操！这个地听
花招，七千多血啊！但属实威力是，其实也就那样，算就是毁天灭的三轮吧，这估计四轮啊。这神了吗？神没神啊？没看出来，神没神啊？这二号神没神？吸了还是神了？神了吧，应该吸也吸不了那么多。这把三飘牛逼，不过也就限制他女儿的一个出手，法师肯定用宝宝拉起来的，对吧？观战双蛇，这波节奏对于对面来说，观战来说很重要啊！我已经双蛇了，对吧？对面肯定蛇卵还要招一只。好，天魔也是换双招啊。对面也被逆境了是吧？三个飘，他逆境是可以逆的啊，只要蛇不被咬就行了。那没必要逆境，下回又起来了逆个焦耳。无魂化身，千术开，双无魂，这该舔吧？这个舔双无魂不舔太过分了啊！剑斩了应该啊，这点上肯定是剑斩。这蛇不能生吧？啊！这他妈搞什么？你开玩笑了，这好，女儿有清新了，对面那也可以起，应该是不够罗的，千速拉化身直接活啊，无魂还没解掉，再舔一把。没舔，破野青蛇，我操！你看这蛇，你他妈神跟不神差距有多大？本身地府没宝宝，对面四宝又成型了，我去你妈的！行了，你牛逼好吧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观战宝宝本来就换的多，这差别很大，很难受。曲阜地厅都还出完了，我估计曲阜地厅基本上都出完了，没有地厅了。他法师也能起来了，观战灵元也全用掉了。这把我估计还是压大堂，你除了压大堂，压谁呢？是不是打真地府防小死了啊？
强控老和尚，顶满，烧死女儿，不中，三点零元针，地府盖罗，拼砍青蛇，贴是不用贴的啊，贴也没用，必死。对面物理师的速度已经比主打方快了。屈服冲不动啊，宝宝冲了那么多了，不太好冲。其实我蛇没清掉还行，那他尸体越多越好了，肯定就是对吧？那大唐女白的阵容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唐很少的点杀啊，你扫完就休息，扫完就休息，你宝宝衔接不上是根本没有用的。刘云把化身，化身速度比对面的关这两个辅助都要慢。好，奇迹如风啊，风林火山，下回和女儿起来喝酒，准备金青。消耗很大啊，对面啊。明秀云视野打得非常好啊，出宠宝宝满，对吧？女儿喝酒，风林火山必有金青。观战地府没针，这把化身火法系，对吧？大唐蛇卵顶大金，点杀很稳，看点的谁，徐府能不能防得住，是一个关键点。我女儿就行，其实不用火法系的。对面实话实说，不绿已经没了，不绿没了，不绿没了。化身齐流云了，化身齐流云了。化身速度齐流云的时候没有关这两个辅助慢，不会对无痕啊什么都开始认识干扰。徐府女儿马也没用啊，对面风林火山加30%速度，你他妈马有个屁用。你找头龙过来给他整整差不多，你找马有屁用啊，马温机。感谢天意的锦囊啊，卡住了没地听，他能怎么卡？女儿真苍白起起，防防点杀，活女儿，青蛇了，对面不点就青蛇啊，赌一口回回血，药品消耗太大了。防御圈啊，关在也防守了，扫蛇了啊，有护盾不一定死，失血锁住，金青再回一口。啊，起盾啊，咳咳，疯狂防点。立皮根了，对战方很细，很少加立皮根。再神吃电脑，你神啊，对不对？千数差不多了，药也用光了，神不神其实已经优势不是很大了，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是很大。因为曲阜这边后期的宝宝冲刺时间基本上后期东西都用光了，须弥啊什么谛听啊基本上都用光了。那他这种想冲刺的话，那幻魔上面现在是五五开了嘛，已经对月下凤凰的宝宝没中。观战地府现在也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观战地府他妈被打的吃那也不能点，再读来回血，大金用的差不多，对面啊，属实，钥匙用的用的用，你看，对，这种意外就是出现了啊。
OK， 换魔仙一清啊，我们再组织进攻，对吧？下回又没针了，可以搞一搞。化身是肯定没什么药了，你知道吗？但对面化身之口灵元还在啊，哼，这属实也是，这个灵元还在，你们知道吗？灵元还在。一点灵元没用了，这个灵元推起来有点猛了，妈丢了6000多有可能，爆一下6000多。好，来了，曲阜，又是真防点，看这边地府争不争气了啊！华山立盾。点了好，真气，这把真气。啊，大航是肯定是必死的啊！这种他妈魔镜激发加上他妈状态拉满，这没有道理不死。宝宝也飞，很赚这位皇。这条蛇巨斧是一定要保的，这条蛇保住了之后还能双超，蛇牛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法师没拉起来，三号宝宝拉的，可能别的单位宝宝九转不多了，所以用三号宝宝拉。有发红，有花啊，风化声还是没有中，算是齐胡了。刷那么多么么哒干嘛？某光，你刷火箭啊，某光，别刷么么哒，整火箭快点。么么哒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搞不懂。力比清不掉蛇啊，这不太好清。那关战那条蛇肯定是死保了，你能保双招吗？这手地府可以严了啊。明秀宝宝其实还可以，40多回合，明秀宝宝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明秀的药其实不多了，就是说，药不是很多了，宝宝数量药品看不到。好，女儿也换了一个马，生女儿村，化身金青啊，可以继续点。好，果然继续点法系，没有选择去严大行。也让他法系，法系肯定必死，对吧？法系是包翘的啊，下把对面女儿一束，这伤害是不跟你嘻嘻哈哈的，对吧？没有神，大行人是宠妃。又没怨灵，你就大唐女拔阵容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消耗，这个真的消耗真的是晕死。大行女拔阵容其实点杀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办法。你点完大行扫完之后，女拔没怨灵，一点输出都没有，只能消耗。啊，风女还不中啊，对面女拿一束，风化身也不中，
心惊肉底的地方，直接盐掉。对面残珠推了一口，5900拉满，全拉满，女儿村血量没拉满，盐掉了。贝玉大惊，大郎起来肯定是招宠，地府宝宝啦，应该是九转不多了，主要是啊，顶了两个苍神，对上方在法师倒地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点杀的啊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点杀。这回和对面女儿村是有医术的，所以主战方这边可以选择继续点杀。他女儿封女儿，我继续点就行了。好，温回来防止活血，舔了 ，OK。摄魂顶花生，好，地府金星，对战方是用地府金星来防点。好，扫挡领花生，这个伤害裂开，我操，扫花生空切，直接满血花生空切。逼对面和尚断人性，对吧？对战方这个时候血量有点残了啊，大唐女儿两个点血残，女儿有可以换的，直接啊无所谓的，女儿可以直接换。大唐伤害太高了，魔镜后期伤害三把半天刷满了，女鸟阵大唐，而且大唐速度本身不是特别快的，你知道吗？观战大唐速度啊本身不是特别快，从哪点可以看出？因为跟对面速度差距是很小。强罗换秒不到大行，这个徐明秒到女儿村了，应该是秒到女儿村，秒不到大行，还是秒不到大行，还是秒的女儿。毒一口来回血，蛇卵这时候大金应该是没有了，触发了一个连毒。那群秒女儿村2000血应该也死了吧？正好刚刚好一丝血没死。大唐宝宝应该是还有九转的啊，还有九转，应该是大唐宝宝拉的化身。我顶血了没有？还是地府宝宝拉的啊，拉不起来，没拉起来。大航宝宝有，应该是有九转，大航宝宝没怎么飞过。女儿村肯定是没有九转了，有九转早就拉了他宝宝。这人起不来，你不扯淡吗？化身起不来不是扯淡了是吧？这把巨剑斩你大航没吹，只有一手女儿人拉化身，化身起来活大航，巨剑能扛得住。可能也会这么操作，但是女儿没九转拉不了人啊，应该是没有九转的女儿村，有九转早就拉了。无魂大堂防剑斩啊，这回合点大堂是看着死的，没追的。魏武龙，法师班群秒的，防了女儿的小死。战神宝典6.0元，
虚名有点爆炸，还有只日游神九百，对面蛇卵神没连。化身还是没起来，没有九转了，没有九转，就是消耗药打光嘛，对不对？没多大花招对吧？就消耗把你药打光嘛，你剑冲不掉，你只能这样子。可以宣布了是吧，差不多啊。没九转，他地府还有九转，地府是还有九转的，但是扛不住那么多九转，全队都没那么多九转了，我估计。千术拉啊，点着武魂，这把地府小损好水啊。破血点。防御了对面女妖族，群秒化身也死了，应该是，我操，刚好一死血守住了，还有须弥没用，又清飞了这宝块啊，还有个日游神，好，化身死，这样就直接铁耗死了，破血啊，就大行不能持续扫不行，对吧？你这剑斩还有剑斩，剑斩的配合就可以了。地府应该还有一个九转，别的单位点没有九转了，有九转早拉了。黄火女儿村，嗯，又挂了一手，这手应该剑斩了，加魔镜可能是抓吧，扫吧，扫了，岂止人三千多，三千多数据，这个扛不住，抬走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国标 PK 当中的一个。一下子没冲下来，但是后来对吧，又把自己稳住，再通过这个慢慢的消耗你的九转，把甚至这是一跑 PK 是硬生生的把对面的九转消耗光了，拿下了。开奖了，弹幕风暴没有参与的咱参与一下啊！大多数人都是有机会参与的，对吧？取补必胜有87%，八盒对吧？给你们参与一下啊！没有参与的都别忘了参与一下，有加油棒啊，帮主播打一打好啊！免费的这三只松鼠礼包给你们送啊，中奖了之后记得填写一下自己的姓名、电话以及地址啊，然后会给你们发货的哈。然后你们有加油棒的帮主播送送，感谢袁总的火箭支持啊，感谢袁总的火箭支持。祝希望袁总对吧进决赛了啊，恭喜袁总啊，进到最终的一个决赛。哎，咱们曲阜孔庙的袁总啊，化人寺啊，高德地图圆圆。看哪八位幸运的观众中奖了，好吧，每八位幸运的观众啊能够中到咱们这个奖。慈航普渡啊，秀特技。路人。这个圆总是三圆吗？不是三圆，是圆圆，是两圆。这圆总是两圆，还在审。两圆。回顾一下生日打珍宝那场 PK 战，好吧。